红色好看，当然是金色好看。红色好看，金色好看。那你敢跟我红金做泥 PK 吗？没问题，这回为对方准备材料。这是你的小萝卜。哇，我变成了小白兔，白又白。小萝卜雪糕，来一个，哈，短短短短短。我已为你准备的雪糕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雪糕？夏天最好来一口冰淇淋。你的小礼物来了！哇，变！里面会藏着什么秘密？喂，哇，是土豪金珠光粉，给你来个爱的抱抱，搓一下他的小肚肚，拉朵小花花送给点赞的小可爱。现在就变成土豪喵了 ，so beautiful！ 我已为你准备了大鸡蛋，神秘蛋，来一个，哈！金箔纸，中个红，走一波，很有过年的味道。丝般顺滑。第三回合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恐龙蛋。哇，超级大蛋，必须的。哈，有一瓶水，往里倒。嗯，怎么有点味道的？加上我金光灿灿的搅拌棒，这泥还能玩吗？大气球来也！这也叫大气球？这么小？好吗？这是要我爆它的节奏喽！辣椒粉，喵姐，你给我等着！一片狼藉，全是辣椒粉。这是什么水？这是我中午的洗碗水。你也太恶心了！你看你做的好事，火辣辣的。哼，最后一回合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解压球。不会有什么不安好心吧？绝对不会。噔噔噔噔，让你的手指活动活动一下呗。你才不安好心！哇，好扎手啊！指压板上混泥。哦，哦，啊。这是最后一个金色的解压球，让我给你们解解压，哈！哈！啊！臭鸡蛋！妹姐，我的手又辣又疼，我的泥都不敢下手了。都说我的中国红好看，金色好看，红色好看。小可爱，喜欢金色的扣一，喜欢红色的扣二。喵耶！